在屋企试嗰阵时冇事噶，明明在屋企试衫冇动 L。魏独坤哥嘅溯源叱咤奖呼吁撑广东歌，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 James 吴业坤。昨晚在叱咤连夺新力军金奖，我最喜爱男歌手和我最喜爱歌曲三大奖的坤哥，今日都未开心完啊！他还在 Facebook 和 IG 铺文多谢大家支持，和叫大家多些留意他这一辈的歌手啊！他说由06年 R 演唱会飞睇到昨晚站在颁奖台，好像发了场梦一样，同时都藉这个机会叫大家多些留意他这一辈的歌手。再想讲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留意我们这一辈的歌手，我们每个人都很用心去唱作，我希望我们这一辈的歌手可以打成一片，一起有着共同的理念。虽然现在的坤哥已经升了 N 倍，不过他都继续形容自己是艺独，同埋会继续努力，因为幸福不是必然的。咁当然撑广东歌都不少得啦。他连夺三大奖固然成为焦点啦，不过一直匿埋在他身后的小小坤，不知道是不想被大坤抢晒风头，都偷偷现身。坤哥昨晚上台领奖的时候，下体激突，疑似动 L， 而性格坦率纯真的他在今日立即铺上咸相解释。在屋企试嗰阵时冇事噶，就是呢份坦率同呢份本地年轻人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咪咁多人中意你咯。最后与他快乐满足，会是哪一个？怕侮辱我。Facebook 压开正坛。快啲上路啦！